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很久不见了，今天来晒晒太阳。趁这个台风来之前来进点货回去。哦，这个朋友要上鱼了，双飞，看一下双飞。这个，钓关鱼是咩咯？钓关鱼快食啦！八关唔够食哦，黄关都差唔多。八关煲耐啲咪得系咯，煲只钟头冇得食咯。哦，咪咁咯，八关呢几钱食？你钓几多啊？啱嚟，好敢食。这个朋友专门钓钓。花龟来回去吃的，这种建议你们不要吃啊，剧毒了啊！真猛，有没有毒？哎，煲盐水又得，啊，鱼汤又得，盐水煲是吗？嗯嗯。看一下，今天看一下今天人多不多？哎，这个朋友是不是上鱼了？没有上。不是很多人今天。这几个兄弟专门钓花龟的，来看看我的竿，我的竿在这里。现在是涨潮时间，不知道有没有鲈鱼钓，希望今天有一条就可以啦。这条大，高到屁股了。走这边的是盐水包，盐水，盐水包，你的感受？嗯，拉上来看看啦、啊，看我的虾还在不在？好好的呢，你们两个的秘密上鱼啊，要上两条。今天运气太好了。嗯。哎呀，运气太好了。要上两条。上两条，干嘛这么大哦？满了满了，看一下看一下，满了。哦吼，真的是满了。冰镇鲑鱼。嗯。今晚上，嗯，要不见几瓶啤酒，几件啤酒。终于钓到有一个不一样的品种了，沙钻。全部都是清一色的鲑鱼，只剩一个虾头，也不知道什么鱼来了，应该是小鱼。没见过？中过吗？没中过。看哈没有？就系生虾咯，咁就正咧，起身咯。有啲，
哎，过今日钓得几多只？好似成成百斤好贵啊！钓成百斤贵啊！钓好多，你讲。爆声了！爆声了！爆声！哈哈哈哈哈！人家钓鲈鱼，我哋咧。钓捞。钓到爆声啊！这做就变爆的了。钓捞。反正开心就可以了，管他哦。过来这里没什么鱼钓的，也不玩。开心就好了。钓鱼就是为了开心。哎，又来了。来了。好重啊！好重啊！管他钓什么鱼，反正上鱼就可以。反正是鱼就行，管他。开心就好哦。打怪打怪，我终于打怪，双飞。哦，一个而已。两条。哦，又是很肥的一条。哦，那边也是。都是贵。鹅灯亮啊！好吃好吃，好吃好吃。嗯，这个也爆香了，哼，哎呀，就，当当哒当当哒当。哎呀，还动，还在动。是不是终于有人在种大鱼了？终于种了！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呀，终于有人在种大鱼了！哇塞！哇，海鲜海鲜，好大哦，王角了，80块钱一斤了这个。终于有人在种大鱼了，看你买什么虾来钓。哎呦，你还买海虾过来钓啊，厉害哟！你还买海虾这种虾？要不然就回家吃了。就是啊，你买海虾那么贵，你能买来了？我都买那种养殖的。啊，淡水养殖的。是啊，海水养殖的。回去了，今天没鱼，打龟了。那我们要赢。你反正你是爆箱呗，我是没有鱼了，没指望今天有鱼回去了。明天可能有个台风经过我们这边，等这个台风过后了以后我再出海，不出海的话肯定是钓不到鱼了，在岸边。哦，逮到款款鱼哦，逮了，你要听他逮的，三竿五仔，换个位置。我那几个活虾全部给那些鲑鱼给吃完了，快来这里，这里水清一点。这个朋友上一条鱼了，上一条鲈鱼了，看一下。哎呦，爽歪歪啊，你给两条，有几两都可以啦，奶鲈的好啦，好过没有了。回去了，回去啦，在这里也没用，没钓到鱼啊。回去煮虾，回去煮虾，有很多虾呢。买了15块钱的虾。25块钱一斤，一次煮虾翅。虽然没钓到鱼，大家帮我点赞、关注，下次再见，下次出海钓，爆箱给你们看。